呃，我们就得为女孩的安全操操心。<laughs> 对，<laughs> 不是，是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天我在网上看见一个标题，哎，呃，您主张当代青年女性学女子防身术吗？当然了，我认为是成长过程当中。我在上大学大一的时候，那时候走读啊。您身上有两下子。我父亲就教我呀，我他就教了我几招。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人家从后边搂住你脖子，你怎么办？怎么办？跺后脚尖儿啊。 Oh, 一抬腿，啪跺一下，跺、oh. 完以后，然后往下一蹲，让我往下蹲。Mm. 蹲的时候，他因为手不是这样搂着吗？这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他说，如果有人突然就后边搂住你了，你呢，先不要跟他什么顺着他，顺一会儿，然后你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猛跺他后脚尖儿。您父亲一脚跟儿是教擒拿格斗的？没有啊，我父亲就属于爱女吧，<laughs> 爱女心切，爱女心切。对，他是很小就会教我很多。Oh. 我记得最早他教我书法，等我稍微大一点，他就教我一些，比如。 比如说这个夜里头出去哈、啊，我记得我最小的时候五五年级十岁吧，去看那个到到天坛剧场看那个，嗯、呃红色娘子军，嗯，一个人去的，然后回来呢就最后一班车了。我记得我到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父亲正在跟我母亲吼：“他那么小，你让他一个人出去。” 哎呦，你说这真是。然后我母亲就好像很随意，但是我父亲就特别在意。我跟你说，父亲真不一样。对。那天我们一起吃饭，我就发现这个爹呀、啊，就跟我一个岁数的女儿大概是十六七岁，说有个男同学约她。哎呦，我算是亲眼见着了，就是说一顿饭没吃好啊，就说哎快咱们快点吃完吧，我去接他。然后一般当妈的，我发现对女儿倒是挺无所谓。对。说你管他干什么？他同学去玩没有事儿的。 他说：“那谁说我看这男的就不像好东西？他<对>、oh, 看谁的，这,<样>这会儿看谁都不是好东西。<laughs> <laughs> 其实要说真的，女的要跟男的打，是一般肯定打不过的。对呀、啊，您教这个，你会不会更加助长了歹徒<对>更有可能伤害你、啊？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就是怎么样想办法脱身。对啊,啊，你对，就是你当时不要跟他争。假如你当时被控制住，你当时不要跟他争，顺着他。然后呢，你如果找机会，比如说走到一个地方有跑的那种可能，或者周边就有人。” 那这种情况下，你要突然的出现一个自我保护性的能力，这个能力，那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王教授他就提出，包括什么踢裆啊什么这些哈。但是那个王教授教的是踢裆，那是正面。您爹教的是跺脚尖对，因为你是背面嘛，一般袭击都是背面嘛。他他袭击一旦是一搂住你的脖子，叭就就拉住你，几一会儿你就会昏迷的。裸脚，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女的最好不要强烈反抗，越反抗她勒越紧。 所以我就、啊，但是你要学会抓住时机，想办法挣脱。方舟，你得学学这个。但是我，你知道我，我最近我妈反是让我别学，别相信这个，因为因为最近不是有好多这种女生被害的。<了>然后我就说我也我也要学，然后女子防身。我妈说一个呢，它不一定会有用，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流传的一个，就那女生在路上走，那男生。 一一一掌下去，一拳下去，那女的当时就不行了，你知道？就她根本没有一个反应时间。然后，然后第二呢，她是说你收藏了，说你看了，跟你会它是两回事儿，因为你需要一个肌肉的一个反应，你得长期练，或者你总是需要，你就把这个反应时间缩短。你觉得你看了，好像你当时记得啊，先怎么样，再踢裆，你到时候根本使不出来。你知道最近我的就是的同龄的有有些人就是到了什么呢？小孩要到外国留学。 哎呦，这个就是担心，就女儿啊，女儿啊，就是说啊，要从租房子就开始，所以说西方那也不安全呐、啊，对吧？就是，就是，就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事情。您当年咱们做节目，这个事情两年前刚案发的时候，嗯嗯、我记得您就讲过张莹莹，这个就前一阵儿这不是美国那个伊利诺斯州吧？嗯，呃，法院判了，这在陪审团这首先裁定罪罪成，他的辩护律师都认罪了，嗯、就是说。 他是好像是认他杀了这个呃这个这个张莹莹，但是呢就是不肯说这个这个遗遗遗体呃尸体藏在呃什么地方。但是咱不说这个吧，就是说担心女儿的这个真的就是，你看就是租房子，当年张莹莹就是租房子上了这个克里斯滕森嘛，上了这个杀人呃杀手的这个车车上了车，然后就给你拉到他那儿去，然后就是。 伤害，那您说这种您，其实我我怎么办，我而且还是白天，嗯、你知道吗？对啊，其实我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我可能干这行的，所以我跟一些人打交道，他们都会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感觉你的这个防范心特别强。那我想呢，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比如有时候我在饭店吃饭哈、啊，我就看人家那个随手把包放在那个位置，在我心里就想这个包就很危险。哦、然后也我警觉我。对，有时候我在一个小区随便走。 我就在看这个窗户，我大概用几分钟就可以进去。那么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就是我看过很多的案实案，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叫危机感。那么用这个感呢，再去衡量我身边的很多人，我发现他没有，就是很多人完全没有一丁点自我防范意识。你比如就说那个夜行哈、啊，就是说晚上出去，我们有时必就是迫不得已只能晚上出去，对吧？比如说我飞机就是后半夜到的，那怎么办？ 像那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意识到，就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要遇到点事儿，你就没机会。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是后半夜到，但是我现在就后半夜到了，那我就附近找一饭找一饭店先住下，千万不要去走，尤其是进封闭的空间。你比如上车，因为那司机你是很难预料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了啊，你这个社会你，你你都什么什么事儿让人让人家自我防范，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警察也不可能瞪大眼，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你不可能让警察全方位的监控社会所有角落。现在是这样啊，那有些那就再说了，你们把这个责任，你们应该搞好社会治安，是吧？嗯、而不是说不让我穿着超短裙，凌晨三点一个人打的，对吧？嗯、但但,但他们的意见咱们予以尊重啊。但是说，但是，<laughs> 但是就说这事儿。 哎，担心还是担心呢，这是实实在在,在的。你比你你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一个极端，那现在到另一个极端。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当笑话讲过，说这个台湾有这个捡尸体的。你你这道什么叫捡尸体吗？就是女生喝醉了之后被男生可能就是施暴嘛，就是趁着喝醉然后就施暴，还要而且甚至还变成炫耀，在这朋友圈啊<对>我看一男的。 背就扛着，这女的都这样了，对吧？扛着，这这样。你看，我今天晚上捡了四个，嗯，就是你这都是犯罪了。可是也都有这个情况。您说那我就挺奇怪的，就是说那这些女孩儿，就是说如果我我要打算算计你，我先把你灌醉，然后我把你这个啊、呃、伤害，那这个就算犯罪。但是他在路上遇到了，然后这个女的完全不知，当然他这种情况也算侵害。 关键是她这个女的完全没有任何意思的表达，你这个事儿就很难办。就是说，这个喝酒是一种，我跟你说，你们女孩儿不管到任何场合，是喝的东西不要离手，嗯，开了盖儿的不要再喝，嗯，那你就遵循这个最严格的原则。问题是醒过来之后失去失去记忆，你你都不知道怎么到这儿的，你醒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为方舟，你可以总结总结，我挺不太理解的，可能我上岁数了哈，他们是。 他们就喝以前不知道要这样，会可能会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说这个现在的可能整个的社会风气啊，包括什么女生也会觉得我也可以喝酒，我也可以穿的少，因为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渲染一种大家，比如说男女都是啊平等的，然后这个女生她越表现出活泼的一面，她就越玩得开，然后越受到称赞。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些女孩觉得说哎好像我们这样也没事儿。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原来好多事情可。 可能也发生，但是他没有爆出来。现在是包括监控啊，包括你说别人拍小视频呐、啊，就是这种技术手段多了之后，你可能可能原来是这只有女孩说了这事儿才会爆出来。现在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早就有了，只是现在技术手段多了，它被爆发的比较多，被爆出来的比较多。多。尤其现在那个路上的监控多了以后，犯罪现象少很多，而且现在基本上破案都是靠这个。 就是摄像嘛，哎、<呀>你现在那种所谓你看到那种捡尸，都是通过路边那个摄像拍下来的。我有的是他自己拍的。我告诉你是这样哈，就是他主要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的一个自制力哈、啊。你喝不喝酒？酒这个东西全世界啊都流行喝啊，尤其社交场合。但是有一点，你看我老说啊，我公开说过，我说我平生我喝酒就没醉过。我为什么不醉？不是我酒力无边，而是我知道什么时候要醉了，我打死我都不能多喝一口。 因为这个酒醉与不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就在一口，就在那一杯。你前面喝多少都没事儿，当你感觉不行了，当然你对酒性要了解。呃，各种比如烈性酒，呃，白酒、威士忌，啊，还有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清酒。清酒这个东西，你感觉对它后劲儿，这很容易。黄酒也是很容易。你在就是你得有提前预知的那个量。如果你觉得不行了，你你已经醉了。 所以我觉得人要自律，尤其社交场合一定不能喝酒。就是我现在发现啊，有一真的像你说的，有一种新观念下的女性啊，嗯，和这个老观念下的父母，嗯，哎，有的时候甚至是老公或者男朋友，嗯、你知道吗？哎，这里边也很复杂。有的时候这个男的很有占有欲，就是呃，就甚至就不喜欢这个女的出去交朋友，嗯，呃，不喜欢。尤其你更说，你比如说谁的女朋友说我晚上自个儿出去唱 K 去，男朋友肯定特恼火，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容易这样给吵起来，嗯。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比如说有有些这个父亲就觉得，他觉得的这种不安全，好像有时候跟女儿犟起来，就是我怎么不能去蹦迪去啊？我怎么不能去那些呃去玩玩的地方去去跟朋友一块喝酒去啊？嗯、按说这是他正常的权利，嗯，对吗？但是。 是不是确实潜存着危险？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按说都是最好的、嗯、最高学府了。那那个晚上大家也说，哎呀，我们去三里屯的酒吧，你知道，就是因为觉得压，就是在那个学生时代你觉得压抑的特别久。而且这个父母越不让你去，越管得严，你就越会觉得我、嗯、我我需要我需要这样，对我越不跟你说的这个反着来。就有现在有些女孩就爱泡夜店。 不，我认为你觉得他这是，<我>这也是正常的呀。我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应该属于被迫的，就是你想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吧，他很年轻，到到到大城市来，他特别想立足在这儿，嗯嗯、立足在这儿，他找一小公司，可能他所有的命运都由老板决定，于是老板要给他安排，他是不能不去的。 啊，这也是一种情。情还有就是朋友，就同事安排，<对>你不去情面，你你格格不入，对啊、你根本不、啊、你,你没有没有朋友资源，你怎么在这城市待下去、啊、所以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实际上是这样，迫、嗯、她迫不得已，迫不得已呢，她也明白，但是到那时候她扛不住。 因为有时候灌起酒来，你们就像马爷这样有底力的，嗯、那那绝对是明白的。嗯、就是咱们喝热了，心里还知道这差不多了，咱们不能再接了，对吧？嗯、但有些孩子他就没办法，他想不喝，老板就往那灌啊。我觉得接近于犯罪。呃，据、嗯、据我所了解的，嗯，他们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模式，今天晚上就是把他灌醉了，嗯、你知道吗？那、嗯、就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我觉得就是有些女孩她实际上就是说她很孤独在这个地方。因此，当然有一个人可能对她好的时候，她也很信任。嗯。那么这时候可能让她喝，她不一定喝那么大量，她就完全就失去了。嗯。我现在有数字为证，可以证明我原来说的一个事儿啊，他们都觉得我是这个太荒唐了，这个想。嗯。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挺焦虑啊，我有时候会会会为女孩儿有点被迫害妄妄想。我原来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说这个任何一个女性啊。 都是勇者，嗯，太勇敢了，嗯。他们问我为什么，哎，我说了，他们就觉得我想的很可笑。我说，我说你看啊，一个女孩，她跟一个男孩谈恋爱，嗯，两个人就可以去旅行，甚至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对吧？我说，但是她有没有想到，那是个体力远远超过她的一个男人，对吧？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哎。 如果说，哎，我们比如说反过来，像我这种教育多疑型，我像您一样极其强烈不安全感，就是说，如果我找这女的是一个随时一举手就可以治我命的这么一人，嗯，我天天跟他住在一起，或者我跟他就俩人就出去蜜月旅行，哪怕当时我们非常相爱，你知道吗？ 是不是我这人有点会阴呢？啊、我我我都觉得有点那是你的问题。万一就是说，这人会变呢。旅途当中，就是说他会暴露出他另一面的，吭击<对>一下就弄死我了。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这个。哎<对>、啊，你看我没原来有有一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只管你现在和未来，我不管你的过去。就是其中有一个电影演的这个男女的关系啊，我后来就讲我说。 她这种女性真的是无知无畏，为什么呢？嗯、因为职业杀手可以今天晚上跟你睡觉，第二天早上走之前就把你干掉了。嗯，嗯他绝对不能留下一活口。嗯 所以有很多女的，就是看这个电影觉得很浪漫、嗯、啊。我只管你的未来，不管你的过去。那、嗯啊、你保不起，但是她<就>碰上职业杀手的机会是很少的。就是、你要对，但 <laughs> <对><对>是你要碰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就很可怕。嗯、这这,这是极端，但我觉得女的有一种就是是弱者的武器，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武器，就是她会把这些暴行自我合理化。你比如说，她跟这男的，他可能喝醉了发生关系，他第二天起来觉得非常恶心、非常后悔、非常难堪，但他就会自我合理化，他说啊，那我。 我可能还是喜欢他的，或者是就是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比这一次糟糕的性更长久的关系，然后就发展成更长期的、更持久的糟糕的关系，并且以男被男生拿这个为把柄要挟，就被职业杀手杀掉，我觉得是极端的。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这种。 被施暴之后，他自我合理化这种关系，他觉得啊，可能我是喜欢他的，并且把他，并且把他变成长期关系，这种在我身边特别普遍，而且我觉得特别糟糕。所以你看，我有数字为证，马爷，您看看这个啊，就是联合国数据，二零一七年全球大约八点七万名女性被杀。你看啊。 超过一半的女性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百分之六十多，应该就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就是说杀你的不净是职职职业杀手，就是跟你好的人。哎，这玩意儿想起来不寒而栗啊！他这里被亲密伴侣所杀，是因为他的矛盾是最容易集中嘛？夫妻之间是最容易集中社会矛盾的。嗯 夫妻你，你你你你，你你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我不认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大量的是因为社会条件结婚。啊，你你你你到上海那公园里去看，拿那条子的全是条件，那没有说，哎，我拿我说我这有一女儿嫁不出去了，你那有一个儿子嫁呃娶不着媳妇，咱俩拿一条件说条件是什么？爱情？爱情有这个吗？那肯定是房子，什么各种工资，全是这种事儿。大量的是条件，嗯。 甚至是无奈，就是关于这个呃杀人案件啊，过去古古代就有一句话叫十件人命九件奸，也就是说很多都和那个就是男女之间就是一些情有关、哦、这就是说他熟人之间发生案件，我最早像他这刚我看这数据合起来还不到六十，最早我看加拿大就有一个数据就百分之六十六。 嗯，那么我们基本也在百分之六十上下，也就是说，这个杀人案件当中熟人比较多。当然，他这个不一定都是性的关系，比如说合伙做生意，因为我认识你，我想把你钱眯了，也是熟人杀人。所以熟人杀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就是其中就是男女之间有性关系的，他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最早的真正就是家家庭暴力要要不要干预哈？最早真正涉及的不是一个家庭，就是男女的那个性伴侣。 性伴侣当时英国的一个女孩，她想摆脱这个男的，这男的死缠烂打，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报警，她妈妈也干预，都没没没制止住，最后把这女的给杀了。嗯，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家庭当中这种暴力，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说零容忍，就是因为他是一而再再而三，而且得寸进尺。嗯，但是有很多女性，她就觉得我一旦已经跟你结婚了，尤其是有孩子了。 很多女性还是顾及孩子的，她就觉得这个如果要离的话，孩子怎么办？而且她有些这种女性，往往自己还没有太多的经济实力，嗯，所以她只能靠这个男人。而这种男人呢，他就打惯了以后吧，他就就老打。我我去这个咱们西北的，就不是说错了，应该是西南，就是山区那那些地方，贫困地方，他们这家庭暴力就特别严重。所以妇联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呀，说李老师怎么办？但是这这种女的真有被打死的。 哎呦，像像印度就有一个粉红帮，因为印度他们那个家暴很严重嘛，然后所以日本、印度的一些女的，她们就成立叫粉红帮，就是一人拿一个粉红色的棍子，就是照着这个男的就、嗯、就就,就打。 对，当然这是以暴制暴啊，不提倡。但是你确实看到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刚刚李老师说的挺重要，就是就是我觉得家暴的这种环境，尤其在可能中小中小城市或者乡村，它周围的环境都是都是什么劝和不劝分，就是、说哎呀，你就忍忍吧，你就再凑合凑合过。他找不到一个支援他离开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源，所以就一直这样下去。所以你知道，这马爷就是，但但是有女权的，还有男权的。我那天看见一个女性写的文章哈、嗯啊，就是说，当然。 有些男的也是说，干嘛好像都是说男的对女的暴力，也有女的对男的暴力什么什么的，他就拿出这个数据来。他说：“但是实际上呢，女性现在就是他认为性别的面临的暴力啊，是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哎，有一个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挺感人的，就是说意大利找，你看过吗？找四五个小男孩，然后呢，找了一个比他们稍大一点的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在他们面前，最后说就说那个呃你。 说呃说他好看好看好看吗？说他好看，然后就是说呃你可以摸他一下吗？哎，有的男孩敢摸，有的男孩不敢摸，就摸他一下。然后那有的也是表表表表现不同。最后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打他一个耳光。所以感人的地方就是这几个七八九十岁的小男孩，愣了半天，都摇头，说，我。 不能打他，然后他说为什么？所以说就这个视频感动了很多人，因为他揭示出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生活的圈子我确实没见到，但是我真的记得就在前两年，就是说有一种男的打女的、啊、你不知道打的那个程度。最近出了个视频，您看见了吗？大连发生的，对，那那那小子也给抓住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打的是他女友或者是他老婆，你知道那真照脑袋上踢啊！你那那那,那个大家都看见了吗？最后发现他跟那女的还是无关的，嗯，根本就是陌生人，迎面就就冲头。我亲眼在北京前两年，我在车上，在那个那个那个西边就在一个胡同，我当时觉得这这因为那个车唰一下就过去了，我当时真觉得不可思议，就有人呢，他就是揪着这个女的头发往这个胡同的这个墙上啊。 咣，这么撞啊！然后呢抓起这个女的自行车，然后啪，往这砸下去。我的天哪！我我我简直！这种男人一般都有都有酗酒的问题。就是你怎么？那有人制止吗？没有啊，这种情况因为呃，我我是坐在车上，就我们看那个视频而言哈，那个视频后来我们看到很多后续报道，比如说那女孩的伤是不是很重是吧？好像很轻的伤，那这个男的判的就很轻。 我们其实看从那个视频角度上讲，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恶劣。你你比如家暴啊，家暴你把你老婆打伤了，你就直接进监狱了，那就好很多嘛。说惩戒不够，我老认为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惩戒特别轻。你知道这问题复杂在哪儿吗？嗯，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女的离不开男的，她要离开男的就好办了，所以是女的求着不要他惩罚，因为惩罚了家里就没人挣钱去了，所以家庭暴力难就难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女的都独立，你看一般就是有独立的那那种有地位的女性，她遇到家庭暴力，她她只要不喜欢这男，的，她马上真能离开。为什么她能活？这时候男的死缠烂打，但是有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包括城里的这些女的都是自己没有没有太强的经济能力的。对，你看不是那好，那是那说的是亲人之间。嗯、你比如刚才说生人之间这段录像，对对，啊、对对您那大连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我认为通过看视频，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人判二十年都不为过，因为你打得太重，对啊、而且那个重是随时可能丢掉命的关键他是一很任性的，嗯，对，就是完全是把个人的一种怒气撒在一个无端的人身上。嗯、我觉得这是，就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您就就可能是我幼稚哈，就是我就是不理解，我觉得是不是有毛病呢、啊？就因为我觉得男的啊打女的，跟我想象的。 他不能这么打呀！你说那不是又不是男的跟男的打，这这玩意儿往往往脑袋上踹，他怎么能这么打呢？这个马爷，你说像咱们，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都常常听一句话，叫“好男不跟女斗”，啊、对呀、啊，大人不计小人过，也就是说，岁数大的是不会打小孩的，就是我不认识你，你淘气，我也不会打你的，最多说那两句哈。这个男人不跟这个好男不跟女斗，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个男人，你不能以打女人来表现你的那个本事。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就这种男人，第一我刚才讲了，他可能喝了酒，他完全不在正常状态下，然后他心里确实有怒气，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最最重要的，这种人往往他的成长环境当中，他们家就有男人打女人的问题，哦，他是看着长大的，哦、所以呢，<是>他有时一有怒气，他也就马上会打，他就觉得女人就该打。我我认为就这些所有醉酒的人呢，他也是个欺软怕硬，因为是个女的，那要是一个。 警察，我就不信他打他，他那时候酒还醒了呢。我看这警察醒了，对对，他肯定的，他就是从内心，他就是。 潜意识就是以强凌弱，就这而且我看那新闻报道，他是情感受挫了之后，他就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可能就是说，觉得女的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他可能就会。过来一女警察，你看他敢打。马爷说这特别对。其实一般我们有一句话叫“这酒撞的是什么人胆”。怂人胆。对。怂人胆。这种人如果不喝酒，他他的那个胆量最多就回家欺负欺负他们家女人。 他在外面是不敢跟人打架的，然后他喝点酒，这算有本事了。有本事他在找人打的时候，他仍然打的是弱者，所以就是这种人，他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个怂人。对我以前也说过，家庭暴力很多在家里打老婆的人，往往都是从小就被女人堆儿包大的，就是女的照顾他特别多，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呢？他就他就对这些女性，第一看不起，第二呢就是好欺负。但如果他身边都是男人，他不敢这样。 嗯，而且他下不去手，这那个那个，<对>那个他是你看这种这种啊，因为现在就是就是因为有这种摄像，摄像没有摄像，<对>没有监控，咱们根本看不到那场面，对不对？那那我看到是一开始是刑事拘留，那就惩戒你,你上学的时候，你不是在襄樊吗？对，襄阳。襄阳，哎。嗯 那种，比如说，我就说二三线城市的学校有女孩被欺负的吗？女孩被欺负的没有，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女孩要是穿的衣服少系了一颗扣子，然后大家就或或者说她是随便的，然后就开始一些这个羞辱嘛，然后她自己就越发觉，那我就越发跟男生随便，她就因此就后来破罐子破摔，就初中还没有读完，还没有读高中，然后就辍学。 所以我是觉得，因为真是会能毁了一个人呢。对，因为在那种非常非常封闭的环境当中，就是你所接受的，就是来自于你的同学，然后老师也不支持你，所以非常一些非常小的一点，就你成年人看，你觉得好像没多大事的东西就可以毁掉你。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小孩儿是欺负人是没有轻重的。我之前看一个新闻也是。 我很震惊，就是讲女孩好像这个练练武术就会好一点。就是前几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就是一个女孩，她是全国全国的什么跆拳道冠军，学武十年，被。 被被两个未成年人就杀了吧，嗯，就就直接杀害了。所以你说这学武十年有什么用？你面对这种力量啊，尤其就是两个人，你该怎么办？而且那个男生未成年人，他们对于这种力量和对于杀害，我觉得他们不像成年人那么有概念，就非常没轻没重这怎么办呢？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一个就是来者不善的哈，一定要有一个鉴别。如果他你你一看周围没有任何呼应你的人，你这时候你就不要跟他去愣对。 就是先顺着他，甚至跟他说好话套近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看他手里有凶器，你要特别小心。嗯嗯，就这两种情况，你都要特别小心。嗯、但是如果你一看这个人就是有点摇摇晃,晃晃站不准，过来就是摸你一下、撞你一下、嗯、抢你东西，你这种情况就照着他直接给他两拳，撒腿就跑就行。